总是胃疼。你什么表情啊？没看他不舒服吗？能不能帮忙点个胃药啊？咱们同学都进班群了吧？没进的互相拉一下。不要再出现有同学放学后还被锁在记录室的情况了。接下来半个月咱们就要进入色彩阶段了。画色彩除了跟画素描一样，要注意体积感和材质感的塑造。颜料的使用方法和技巧也是需要格外留意的。水粉和丙烯大部分考试都是可以使用的。所以下午画室放假半天，你们去把该买的材料都买一买。一会儿回去让班主任把材料清单发到班群里。都明白吗？明白。把自己画都拿一拿，准备上课吧。一会儿把我拉进班群啊。我来的比你还晚，还有班群呢。我拉你进去，我还是群主呢。从哪儿冒出来的，吓我一跳。哦对，肖哥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。你又想做什么呀？没有，昨天 A 班那个女生愿赌服输，要给大家当面道歉。我觉得吧，她一个小姑娘，话虽然说的不中听，但有不是不对。你不对劲啊！你真的不对劲啊！哎，我很讲道理的，好吧？你们不能因为我讲道理就恶意揣测我。哎，秦霄同学，齐璐同学，我愿赌服输，我来是打算道歉的。哎呀，不用，大家都是朋友，他们两个不会跟你计较的。你别在意，也别太看重比较。其实你画得很好，但是出了这个画室，还有很多画得好的人。别拿自己和别人比，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。他的意思是，就是个小误会，不用往心里去。哎，对对对。谢谢你啊，秦霄同学。虽然我没什么跟别人比较的心思，不过还是谢谢你。别看了，太甜了。但是他真的好可爱。一共是168.4元，微信还是支付宝？那边架子上颜料不是6折吗？哦，那个是36次，买够技术数量，所有颜料打6折。行，那我再看看。好，这个我先放一下。五哥，哟，稀客啊，肖儿，不是天天上课吗？今天有空来这儿逛逛。五哥，你上次的电话不是说有什么生意上帮忙画的东西？我来看看，打个零工嘛。哦、来来来来来，正准备下周去找你呢，上来上来。看这面墙了吗？我想让你在这边画点画。涂鸦啊什么乱七八糟都行，你想画什么画什么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颜料我全给你出了，我再单独给你5000，就是你在这画画的时候，帮我留意着点外边，五哥在里边做点小生意，怕吵到邻居们。你在这混这么多年了，邻里邻居的都那么熟，
外边来来回回的，万一要是有什么陌生人啊，跟我们里边人招呼一声行吗？没问题，五哥。什么时候？下周二。行，五哥，到时候能请假我一定提前请。画材买完了吗？下午要不要一起画速写？继续。你吃点花生米啊，挺好吃的。我就说你出来不是为了画速写的。肯定要吃饱了才能画画吗？谢谢，你吃呢，你不经常吃。对了，颜料在哪儿买比较合适啊？不知道啊，都是我爸安排秘书帮我买的。哎，我要不帮你多准备一份？不用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你先起行，妹妹。青年奖得主啊，你出手就是不一样。啊，给，吃，啊，吃。我炫一个。你这么歇腿啊？走。啊，给你提点速啊。别，这路可陡啊。我会骑。好好好。我要不给你推一家画材店？不用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开心了，我还担心这么高你会害怕呢。我喜欢在高的地方待着，原来住的楼房比秦霄家高很多。是爸爸妈妈那个家吗？嗯，不在这儿。这么久没有跟爸爸妈联系，真的没关系吗？我是跑出来的。跑出来，离家出走？他们把我送到学校去，我们会被关起来，还会被打，我就跑出来了。这是学校？也算医院。他们看到了我的聊天记录，知道了我喜欢男生，说要把我送到那里，把我变成……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你点解喺出边做呢种嘢？唔好翻屋企，屋企做到我冇呢个仔啊！扯啦！小谭，等秦霄把爷爷那边安顿好之后，要不要去上学？一定要去上学吗？不上学也可以啊，可以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那可不可以去学做好吃的？学厨啊？
那很难的。小看我，我还做过后厨的学徒呢。好啊，你今天考试结束了，我带小谭去报个班，我自己也上去，精进一下自己的厨艺。嗯。你好，可以帮我们拍个照吗？好呀，谢谢啊。到哪了？不是，你就这么懒？回家放学的时候，顺路不就从我家店里拿了，还非得叫外卖？老刘不是让准备颜料吗？我就回了趟家，把东西搬来了。这不是你家啊？冰箱里有可乐，你要喝吗？算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等等。这些东西你搬着吧。你先别急着拒绝。这些水粉和颜料笔呢，都是我之前用过的，有的不太湿了，有的是我之前调色的时候弄得有点脏，我就不想用了，放在我家里也被暖气烤干了。我是想着，你看看有什么你用得上的，就直接带走。下午画材店，你也在？不用不好意思，色彩课的花销对我来说确实有点大，谢了。你要是不好意思就帮我个忙呗。没憋好屁吧？哎呀，我色盲，不会调色，你帮我调呗，肖哥。这样，你把我颜料盒的整理工作包了，我把你集训的色彩工具包了，行不？东西呢？教教我怎么收拾呗。画丙烯啊、水粉呢，我一般喜欢用这种，然后颜料盒我习惯这样排，填完一个格子要用海绵擦干净了，再填另外一个格子。所有东西弄完之后呢，要喷一点水保湿，水太多也不行，水粉会脱胶的。画色彩想赶超你不容易啊。也不是很难的，我小的时候跟高考那些学生一起学画画，我每次参加集训都有人从零基础就可以比我画得好很多。但也只有这几个人吧？那是因为一个画室里乌乌泱泱那么多学生，就那么几个真的适合画画。起码博弈这几个人里面也得包括齐鲁老师吧。老刘的池子太浅，你看哪个小画师一年能出几个考画金的？梦想还是要有的嘛，万一就实现了呢？你肯定能考上的。怎么，小齐老师算命还有一手啊？我从四岁开始画画，待过无数个班，跟过无数个老师，都没有见过比你还喜欢画画，比你还有天赋的人了。那小齐老师是灯下黑了，这不我面前就有一个吗？我只是被推着走一条对我来说更简单的路吧。那你喜欢吗？不知道。小的时候我爸送我去幼儿园，我就把路上看到的火车啊、铁路啊，还有幼儿园都画下来了，一边画一边说我是怎么去上学的。那个时候他就认定我该去学画画，四岁就给我找了老师，每天回来学画。其实我小时候没什么初衷的，只不过时间久了身边的朋友都放弃了，我比较能坚持，看上去反而成手上功夫最好的了。但是我知道，总有人
可以只用一个集训的时间，就轻轻松松比我画的好很多。说不定你小子实际上是有讲故事的天赋呢，一边聊着一边哄着，让人不知不觉就把手上的活干完了。别加水了，这话跟你有仇啊，都流汤了。笔触，我最后再说一次啊，笔触，别给我平图，再给我平图，周末别放假了，回来刷墙。唉声叹息的干嘛呢？感觉和画色彩犯冲。大哥，有没有可能这是你第一张色彩作业？不要要求那么高好不好？画画不要和别人比较。那天说孙小人人逢帅词儿，都谁说的来着？不是，我说一句你说十句等着我呢，真能疼吗？我操，小哥，你是真不太行啊。啥玩意儿我就不太行了、啊、你这张嘴是有点欠啊。我的意思是我误会了，你真不是复读生，就你这色彩跟我有点旗鼓相当的意思。得了吧，就算都是在扑大色块美术上，至少人家色彩关系是舒服的。你那苹果怎么恶心巴拉的还泛着紫色？啥苹果也不能有比纯色的紫罗兰吧。老师刚才说过了，物体除了它本身的颜色以外，还要有环境色。那这个紫色是？桌布是蓝的，苹果是红的，红加蓝就是紫色。自古英雄出少年了。中国美术界的明天可不能没有你啊！这个紫色大苹果谁画的？秦霄，你周末有时间吗？啊？周末布置了给创作课找速写素材，要不要一起画速写？算了吧，齐鲁。哎，去，秦霄去，齐鲁也去，到时候我们三个一起去。不是，我风格没啥呀。那行行，好。那明天学校附近见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明天见啊。人走了，快醒醒！这么天，得有多热爱画画才要去室外画速写啊！哎呀，走了吧。哎，佳玉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能理解你的感受。啊？高龄之花呀，太难摘了。你也喜欢孙小瑞啊？我喜欢紫色大苹果，行吗？喜欢紫色大苹果。这点路还用保护啊？弄得跟尾随似的。你懂什么呀？爱是克制，克制。不想他和别人一起做，只有我们俩一起做过的事情。比如呢？画速写。你们画室不应该天天有速写课吗？哎呀，不一样。空喜啊，你这是坠入爱河了。我会不会吓到他，像以前那样？你可以试一试。这怎么试？
直接问朋友都做不成了。哎，小花儿啊，你为什么想出来画速写啊？今天你管我？那你平时都干嘛呀？离我远点。我有暖宝宝，你贴不贴？哎，你慢点，别扭到脚了。我给你买了糖葫芦、烤串、烤冷面，还有我不记得了，反正可多味儿了。烤串呢有辣的和不辣的，还有我给你挑出来就知道了。锦霄，我想单独跟你说句话。有些话还是单独说比较好。走。周瑞。哎，佳玉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除了紫色的大苹果，还挺喜欢绿色的大帽子？什么绿色的帽子？我帽子是白的。那你有没有觉得，在环境色的影响下，它变绿了呢？哎呀，什么环境色呀？这周围也没有绿东西啊。是你的头顶有一片绿绿的大草原。你确信了玩意儿？他俩不就去说个话吗？你骂我干嘛呀？因为我不爽。你有什么可不爽的？你又不喜欢孙小瑞，要不爽也应该是我，因为我画的不好，我难过，羞愧，所以我不爽，行了吧？哎，怎么突然要走啊？大冷天的不画了，你爱画自己画去。嗯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又惹他了？你跟小瑞说什么？他就问我开色彩课之后有没有什么不适应，他觉得他画的不好，我安慰了他几句。我说我被齐鲁碾压了。哎，因为这个他生气了。你今天生气了？一个小帅哥，对不起，您联系的用户无服务。对不起，您联系的用户无服务。为啥呢？今天到底为啥生气？甲鱼的问题，你小子讲故事比较有天赋的，一边聊着一边哄着，让人不知不觉就把手上哄到了。
箱子。